林欣同呢日嚟到电台宣传新歌《亲爱的巨人》，新歌 MV 仲邀请咗阿 Matt 心目中嘅巨人爸爸嚟演出，唔知道爸爸嘅表现如何呢？其实因为我爸爸咧，我觉得佢系我生命之中其中一个最大嘅巨人啦，咁所以我就邀请咗佢拍我呢一个《亲爱的巨人》嘅 MV 嘅。咁佢其实都，我觉得佢表现得好好，因为佢好冷静啊，仲冷静过我，我忍唔住喊。咁之前佢亦都有少少经验啦，喺我演唱會做我的嘉賓啦，咁所以佢都唔會尷尬或者唔會怕醜。睇到最近因為疫情關係工作量大減，阿 Matt 都話覺得好不安啊。其實最近少咗好多工作，有時都會擔心嘅，在所難免會有啲不安，好想多啲嘢做，多啲工作。咁但係呢段時間我就同自己講啊，當放個假咯，放個長假，咁就可以陪多啲屋企人。亦都可以成日食到屋企飯，同埋我都會幫我媽咪手去煮下嘢啊，做少少家務啊咁樣咯。